汉拳。哎，罗汉拳！啊！八师弟，来，怎么样？哎，八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来，五弟。和尚的功夫也太差了吧！你不许这么说他们。本来就是嘛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要是打起来，天下无敌的。哼，那为什么还打败了呢？你不懂。嗯？哎，懂。耶！嘿！呀！少林金刚罗王拳。来吧！呀！呀！
谢谢各位给我指引的道路，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走了。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更不是个阴谋家。我这一生只为一个理想，结果佛门我是进不了了，我只能进地狱。啊，昌明叔叔。 死得好，这就是下场。昌明叔叔，我已经把你们身上的毒全排完了。我是为了一个理想而生存的人，死亡是我必然的归宿。我真不希望你们给我陪葬。志光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，更不希望你死的毫无价值。 志光，刚才给你的医药尽快吃。我是一个勇士，我是为了理想而死去，我死而无憾。昌明叔叔，叔叔，昌明叔叔。 阿弥陀佛！接招吧，大人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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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有毒！哎呦呦呦呦呦！疼死我了！啊，疼死我了！要疼死我了！三弟，保护好三位大人。好。哎呦呦呦呦！保护我，保护我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七师弟，大师兄，你回来呀！哎呦！二师兄，回来！哎呀！啊！哎呦！我们还是不能恋战，能逃走就逃走。看起来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六弟八弟，保护高大人先撤退，我们殿后。好，快！啊！拦住他们！啊！
哎呦，那边那边，走那边。哎呀，快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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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怎么走啊？啊！哦，那边，走那边，好，快点！哎呦，哎呀！哎呀，快来救我呀！快来救我呀！哎呀！高大人，救我呀！哎呀，高大人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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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！哎！哇！哎！哎呀！哎！快！哦，这是哪里呀？这是啊？怎么领的路啊？啊？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啊？这是哪里呀？哎，下雪了。这西部的天气变化无常。一会儿一个样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鬼地方。大家小心！高大人，你们快走，一直往前跑，不要回头，快！好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，快，快，快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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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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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呦！高大人，快走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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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跑，阿弟，让他走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和尚，和尚，啊，高大人，和尚，高大人，和尚们，高大人，高大人，高大人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没问题啊，我师祖乃是五眉大师，勾拳的打法就是倒在地上后发出攻击，看上去是失手倒地，实际上是以守为攻，反败为胜，利用四肢的力量犹如无形一般把对方绑住，缠绕倒地，锁扣住对方的关节。
好吧，备战。师弟。小心！二师兄，悬崖勒马，回头向善。和尚，我打败了，拉我上去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做一件善事，你会受益终生的。我听你们的。二师兄，拉他上来吧。好。来来，把手给我。施主，你走吧。高大人，走吧，过来吧。
去死吧！住手！啊，好，快跑！二师弟，三师弟！和尚们，我说话算数，我放你们过桥，可是你们过不来，就怨不了我了。和尚们，后会有期。